千古谜题，孟婆为什么要熬汤？来来来，要上桥的游客都往前走，一人一碗，免费营养。孟婆，地府市奈何桥区公益餐厅店创始人兼首席主厨兼金牌销售，千百年来可谓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姐不在江湖好多年，可到处都是俺的传说。可是你知道孟婆为什么要熬汤吗？为什么喝了孟婆汤就能忘了那个她？真相就是孟婆就是孟姜女。那年我俩才刚成婚，喜良就被叫去修长城，然后一去就再也没回来。于是孟姜女在长城边痛哭了10天10夜，最终哭倒了长城，却还是没找回丈夫。那以后我思念成疾，心痛到想失忆，终于熬出了能消除记忆的孟婆汤。阎王爷被孟婆的执着感动哭了，于是在奈何桥头给她支了个摊，让所有痴男怨女都能忘记前尘往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人间哪里有忘情水呢？